你们谁跑，我给你们喊一次，我已经离深刻理解了。我最后一个就行了。那你指导吧，你已经理解了就指导一下。你指导就行了。OK， 好。你们拿一个木，反正总得做，别做小吃店了。你现在都快成小工艺人了，咱们还是得跑。我很怂的。我给你拿个木箱、木纸，你把它垫，然后没有用啊，起码垫一垫安全感嘛，对不对？这样还垫我们，我不相信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应该没事了。不是你们还没走吗？哎，我感觉我头发都被垫起来了。好，大老师准备准备。好，没关系啊，大老师，等一下，鹏鹏，哎，你第二道是怎么过的？就是最后这个眼球走到最上面的时候，现在就可以冲。还没有啊！过！滑下板！哎呦喂！下一个！小姐，我靠你了。好，可以走了。小姐啊！慢点，准备了，我出汗了。你先上。不行，那靠你了。你看一下这个眼。其实还好，没那么痛。